今天来地窖里面拿生姜了。哎呀！给你们看一下我家的生姜，大不大一块呀？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家种的农村小黄姜，颜色也特别黄的，而且我们这个小黄姜呢，它是可以放心的食用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家这个生姜都已经发出嫩芽了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就是嫩姜了，不新硫磺，不泡药水哦。你看这一堆生姜发了好多的芽呀，都已经这么长了，看一下。你看都已经长出叶子了，这个就是姜叶，这个就是嫩姜，从老姜上面掰下来的。所以你们买了我家的这个生姜绝对不会吃亏的。拿了这么多的生姜了，看一下，这些都是老姜哦，所以姜还是要老的辣呀，差不多也有20多斤了，这些生姜都是发给网友们的，就要拿回家发快递了。拜拜。